下一把加入的中国腔会是什么呢？小伟游戏说，你看我来说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这季中目前加入了两把中国腔， QBZ 和 QBU， 那么以后还会加入什么中国腔呢？这三把可能性最大。一， QBZ191 步枪。 QBZ191 步枪之前有一期小伟说过了，它是2019年最新服役的步枪，有三种枪型，突击步枪型、卡宾枪型和精确射手步枪、经济枪型，性能非常优异，提供30发弹匣和75发弹鼓。它的服役取代的是现役的95式自动步枪枪族，而95就是游戏中的 QBZ， 所以小伟认为 QBZ191 加入空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二， QBU10 是反器材狙击步枪。 QBZ10 是一把反器材狙击步枪，是2010年定型的，使用 12.7 毫米子弹，主要用来对付1000米以内的轻型装甲目标、火力点、人员、攻势等等目标，也可压制打击2000米内的集群有生目标。它配装了侧瞄合一白光瞄准镜和侧瞄合一红外线热成像瞄准镜，具备昼夜作战能力，总之非常厉害。下一把反器材狙击枪也可能是它。三，零六式冲锋枪。零六式冲锋枪是花费了5年时间才研制出的枪型，在造型和设计上都和其他冲锋枪有着明显的差异。首先，采用模块化设计，垃圾柄可以左右互换，这一点设计非常人性化，也是它人气爆棚的原因。而且很多模块都能替换。零六式冲锋枪物美价廉，杀伤力大，上线肯定很受欢迎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最希望上线什么武器呢？我们下期见哦。